现在大家开始在休落，不过有一群囡仔已经开始在烦恼，讲吼，这休落了后，因开学了后，因的学费加这生活费咯。这台湾世界地貌会表示，讲在咱台湾有这45,000外正需要帮助的家庭的这囡仔，正需要照顾。不过今年的募款的情形无啥好，所以唔忙大家看是不是会当来斗相共。摕到新买钱包啊，甲白囡仔伫耍，伫要读高中二年小聚，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就是要甲这钱包的钱欠好甜。我喜欢打篮球，所以我比较想要有那个篮球比较好的篮球鞋，可以比较耐。甲爸爸相依为命的小婷，跟他希望讲赶紧大汉。因为爸爸没工作了，所以想要帮爸爸赚钱。对。小婷跟小聚拢是经济弱势单亲家庭的囡仔，嘛是社电会急难救助的对象，也跟同款需要帮助引起读书的囡仔。台湾社电会估计差不多45,000外个。很快的9月就来了，那他们很多的小孩，因为在很多在山区，他要上学的时候需要交通费，或者他们必须要住宿在外面，需要住宿费。受到经济影响，甲今年初海地地震的赈灾募款，社电会表示，今年组合募款的状况无好，阿即马是结合企业资源，希望讲更加多民众来响应，帮助过来接单，阿个高风险家庭的囡仔会当顺利去读书。记者综合。